回到教室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新来的同学，叫乐乐。大家好，乐乐，那你哥哥是不是叫傻傻？你们在一起就是傻了。牛牛，下节课又想刷牙是不是？狗嘴里吐不出象牙。那你叫牛牛，你弟弟是不是叫马马？你们在一起就是牛马。乐乐对得好，看来我不用担心新同学被欺负了，你们好好相处吧。又有人来这里，牛牛。你们，哼，李牛牛老爱欺负人，这下碰到硬茬了吧？乐乐，你中午一定要尝尝我们饭堂的三鲜鸡排，超好吃的。好，那我中午去尝尝。你以为别人跟你一样是吃货？走，去厕所。走。准备上课时，林果快来了。真丝滑。青梅，一会儿我请你看林果果摔跤的。哼，我才不会跟你合伙欺负你同学。教室外的走廊，同学，乐乐，怎么？厕所怎么走啊？前面转个弯就到了。你干嘛也不熟悉，我们带你去。走。这是教室里。呱呱呱呱呱呱！这谁这么害怕？过了一会，老师，我还要站多久啊？给我站一小时。牛马牛牛，连老师都敢整。放学后。气死我了！没整到林呱呱，还白白站了一坨。又有新零食，兄弟们，走，带你们去吃点好的。好，走。你们想干嘛？交出你的薯片。对，交出番茄味薯片。自己乖乖给，反正你也抢不赢我们。小羽毛又欺负人，但是他们人太多了，忍了。回回都是你们三个，不行！那别怪我不客气。站住！妈呀，奥特曼成精了！你们是想欺负我这个小女孩吗？来人，奥特曼，你们用激光射我吧！奥特曼罢了，我平时很乖的。才一只奥特曼，咱们人多，兄弟们。边给这个小姐姐道歉吧。哇塞，你是奥特曼先生，你人怪好的。没问题没问题。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。太爽了，大家也多出去逛逛，说不定也有奥特曼先生为你主持正义。最后他们居然发现这个女生没有脸。老爸，开着灯听鬼故事你怕什么？看一下你的叫声比鬼故事吓人多了。你要相信科学，乖乖，你继续讲。他们就跑回了宿舍大楼，结果一进门，整栋楼一下子全黑了，真的黑了。难道我们穿越进故事里了？怎么可能？会不会是停电了？苏阿姨在群里说，我们这栋楼今天检修，所以停水停电。我说呢，哪有这么邪门呢？说的好像你刚刚不害怕一样。完了。厕所，不然满屋子都是臭味。说我们这层的女厕还有水，雨乔，你可以去那儿上。我不敢，你们先陪陪我们好不好？不要，唐雨乔，你上厕所那味道太毒人，我还想多活两年。本公主才不会去那个臭死人的厕所。呱呱，你陪我去吗？你对我最好了。雨乔，我也害怕。不行了，我憋不住了。乖乖，现在气氛到位了，咱们继续讲鬼故事吧。可是讲的话，雨乔就听不到了。我害怕，我不听了。他那个胆子，不会吓到还没到厕所就拉裤兜吧？还真有可能。那我们继续讲啊。就跑到一个女厕所里面躲着，居然听到了有人在小声的哭。越走近，哭声
没有脸，于强，你别吓我！真的，我腿都吓软了，提上裤子就跑。同学来说不可能啊，应该是你看错了吧？难道真的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？嗯，小美，怎么突然连你也这么说？我也是听说，咱们学校以前是一个废弃的医院改造的，但于强刚刚看见的，该不会是？根据课堂管理条例，上课期间老师不得在不影响课堂纪律的情况下。嗯，你们三个人在为什么呢？嘘，这是我们的武器，用来对付可恶的万老狗。他天天胡乱惩罚同学，我们可不想惯着他。哇塞，一边有好戏看了。二班的同学请注意，明天开始反击了。哼，林呱呱造反了是吧？万老师，根据课堂管理条例第15条，在不影响课堂纪律的情况下，学生有权喝水。下不为例。大学上课看课外书，老毛病又犯了是吧？课堂管理条例第23条，在上课时学生不得看与课堂无关的书籍。知道还不必看，但是现在已经下课了，你都拖堂10分钟了。妈还没下课啊。校长，校长，根据课堂管理条例第8条，老师不得长期拖堂。就是，万老师还不准我们下课喝水，他自己去椅子喝。别说了，万老师不是我说的，老师要以身作则啊。校长教育的事。行了，别拖堂了，这都几点了？校长，救救我！哎呀，这位同学怎么了？校长。也对，反正不咬人就行。
有好戏看了。哎呀，差点迟到。报了一个超级厉害的英语兴趣班，现在他已经可以全英文交流了。全英文这么厉害？那李牛牛昨天英语考试还只考19分。那是我不擅长写。就是能说英语那才是真厉害呢。来，儿子给我们展示一下。要是我妈知道我杀人的约会，还不把我打成牛肉干呢。李牛牛，你该不会说不出来吧？快说。我说我上了兴趣班，但是我每天打瞌睡，所以什么都没学会。这么流利，快快，你能听懂吗？我一个字都听不懂，难道我的英语退步了吗？不怪你，这个班一节课就要2000块呢，我一口气就给他报了12节。12节，那得多少钱呢？不行，你这都算不明白。也就是啊，是啊，反正很贵就对了。牛牛妈妈对牛牛可真舍得啊。儿子再展示一下，回去妈妈奖励你玩一晚上游戏。反正他们刚刚也没听懂，我就乱说就行了，这次一定要努力听懂。牛哥就是全英德之帅，一个屁就能把所有人都整死的。牛哥真牛啊。儿子就是厉害。听着不对呀、啊、我懂了，李牛牛的英文就是中文变了个调。牛哥，你的英语真是太厉害了！林呱呱说英语居然跟我们牛牛上完兴趣班一样厉害！呱呱，你好牛！你最好是斜着点，不然我就揭穿你的谎言。林呱呱，我请你们死本的草，请你不要告诉我爸，不然我可就被打死了。林呱呱 ，I love my child， 是被无常卖淫 ，OK。说的我一个字都听不懂。牛哥用英文是要请我们喝奶茶的。
察这么难的英语都会呢？你们都点开视频看看，娃子的英语说得多好啊！他居然说草莓要去了籽才能给他吃，他还让我每天早晚去帮他刷牙呢。你们在说谁呀？哼，是新来的同学艾莎公主。白雪，你居然叫她公主？不是白雪想叫，而是熊奶奶把她艾莎了。喂，你们谁是班长啊？王老师让我找他照顾我。新同学你好，我是班长林欢欢。我是白雪，我叫做白露。你们叫什么？跟我艾莎公主没关系。去给我把筷子。看在是新同学的份上，我忍。行，我给你打饭。这个新同学真让人不爽。你把凳子给我擦干净。我？对，就是你，擦干净点，这样就允许你当我的小跟班。啊？我还求着要当你的跟班。能做我艾莎公主的跟班是你的福气。我求你别再说了，我饭都没胃口吃了。你还愣着干嘛？快擦凳子，烦死了。哼，黑了吧，本来就不脏，谁知道你的衣服脏不脏？不过也只能将就一下了。哎，为什么下去？你一个人吃个够吧。你瞧，怎么也这么快就吃完走了？哎，吃吧。你都不提前了解一下我的口味和喜好吗？你刚才又没说要什么，挑我看看，十二块钱给一下，谢谢。什么难吃的东西，你自己吃吧。不给他打饭，关键是他恶人先告状。老师，林呱呱他们欺负我，我饿了一天都没有吃饭饭。哼，这小人爱上，居然还有比我更公主病的人。喂，我可没住过宿舍，水都不知道往哪接，你们都得来照顾我。哇，不用谢。你干嘛呀？照顾你啊，帮你接水洗脸嘛，洗干净。照顾人了，还可以给你做个全身按摩，要不要啊？不要不要。我最近也一直想研究人体的骨骼结构。你们想干什么？白雪，你说每个人都有206块骨头，是不是真的呢？要不拆开来看看？他的脸都被吓成这样了。以后还敢不敢让我们照顾他？就是，是夸人，叔叔婶婶不夸人。呱呱，你忍的该不会是李妞妞吧？你瞧，你怎么知道他是不是也在你面前自恋了？对，我今天早上在公园里学科目3的时候，科目三也太难了吧？呱呱在跳科目三，难道？你是不是知道我喜欢这个舞蹈，所以才学的？啊？什么啊？现在大家都会跳啊，还害羞不敢承认呢。我知道，你就是想哄我开心嘛。后来他逢人就说我是为他学舞，他也太能想象了吧？这算什么？我今天帮老师发作业。李牛牛，帅，随身带镜子，也太臭美了吧？专门给我发作业，还一直偷偷看我。白雪，你不会是看我帅喜欢我了吧？林呱呱怎么办？不行，白雪，你趁早放弃吧，你不是我喜欢的类型。哇，他也太自恋了吧！他甚至还专门在公告栏贴了一封拒绝信。还有我呢，我下午刚买了2根烤肠。香啊！辣椒，你才买2根肠，怎么跟我说你再去买几根呗？我中午说想吃烤肠，你下午就买了，这不就是专门给我买吗？哼，你少自恋了，我买来自己吃的。嗯，我吃过的你还想吃啊？真是没想到你这么迷恋哥。我前天吃的晚饭都要吐出来了。你看李牛牛就是自恋症晚期，必须得戒。居然认为所有的女生都喜欢他，我看他应该是疯了，得了疯牛病才对。嗯，你们不会因为我吵起来了吧？虽然我要外貌有外头，要长相有长相。要学历有逼，但是你们都抢着要我，这太伤感情了吧！受不了了，姐妹们，必须要制裁他！
忍无可忍，无需再忍，今天就让你知道什么叫社会人啊！你们再怎么迷恋我也不能硬追啊，我是不会屈服的。刘牛牛，你跑我们班说我每天收拾好看是为了给你看吗？你给我站住！居然乱跟别人说我写情书给你，刘牛牛，看我不锤爆你！说我的头发是为了跟你组成青桃开染绿的，我今天要把你的脸都打绿！你跑！哎呀妈呀，看来现在全世界的女生都迷恋我，看不看你爱上我了？你们慢点吃，不够的话。嗯？哦，雨倩，我还没跟你说呢，你就吃完了？这速度至少饿了俩星期呀、啊！阿姨管饱，再给你煮一碗。哎，阿姨晚饭。你们是怎么卖？简直就对不起阿姨的手艺。现在要是有比赛，他很强，你肯定得冠军。又一次。珍珠真是软糯 Q 弹，我的最爱。也就够我喝两口，要我说你可真是一点都不淑女，像我这种公主一杯奶茶可以喝整天呢。哎，看你瞧，呀呼，这就没了，我太可怕了，奶茶还是喝到我自己肚子里比较安全。这速度两分钟就能吃掉一头李牛牛啊，搞定，一分钟全部吃光。唐雨乔，你吃这么快，小心拉肚子。不懂不怪你们，我不仅吃得快，还提前把今天的晚餐都吃了，这样省下来的时间就都可以用来玩游戏机了。还能提前把晚饭吃了？那你干嘛不干脆连明天的也提前吃了？我怎么没想到？我这就去把明天的也提前吃了。你跑厕所吃啥？没猜错的话，雨乔拉的速度能赶上吃的速度，说不定拉的速度还更快。过了一会。看来今天谁也别想用厕所了，我决定以后管雨乔叫做拉拉队队长。林呱呱，你可太会起外号拉拉队长。拉拉队队长决定以后还是慢慢吃吧，我要肥宅快乐型。今天必须让你们实现饮料自由。小美，你要什么？我喝雪碧。饮料不太健康，我就喝矿泉水吧。今天雨乔只请喝可乐。白事可乐？我这里怎么是白事可乐？难道你想喝可口可乐？妈呀，有可乐喝，林呱呱你还挑三拣四。哎呀，不是，你们看这上面的字全都不对。什么？果然我这瓶是农夫山贼、居然是傻逼。大雨乔，你给农夫喝的什么玩意儿？雨乔，你多少钱买的？还买了这么多？5块，那比正常价格还贵啊，怎么会呢？是全部加起来。那我喝进去的不都是科技一号吗？假货，防不胜防啊。第二天，林呱呱，今天牛哥我心情好，请你们喝牛奶。谢谢上牛。下来。纯牛奶？这玩意不对劲，又是假货。这能喝吗？这怎么就不能喝？还是蒙圈牌的高级货呢。咦，你们说牛牛喝了这个不会变异吧？大家买东西一定要当心哦。什么在打牛牛，太吓人了，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打我？哼，让你欺负呱呱。是在说话。回到宿舍。李牛牛肯定都吓得尿裤子了，别说他了，连我都吓尿了。真牛，别高兴得太早，江博士发明的隐身饼干还不知道有什么副作用呢，吃了不会一直隐身吧？那倒不会，只要吃饼干的人喝水或者是大量接触水就能恢复正常。隐形
饼干，那我吃了我就知道谁在背后说我坏话了。还是叫我用用。第二天上课，他俩该不会是在说我坏话吧。一会儿我就把花小美的作业扔进垃圾桶里，交不了作业让老师骂。真有你的，这下有好戏看了。丢丢这个臭狗屎，居然想祸害本公主，看你的罪状不小。教室里，上课。报告老师，小美昨天没写作业，所以今天肯定没得交。小美刚才已经把你扔她作业的视频给我看了。她怎么知道？给我到门放垃圾去。隐形饼干太好用了。过了几天，丁丁，你的辣条为啥先放在我这儿啊？我们班最近发生了奇怪的事情，我们带去的吃的东西都会无缘无故飞起来，然后被吃掉，最后被扔到地上。我们现在都不敢再吃的去教室了。你们跟我去看看就知道了。一看就是花小美拿着你的隐形饼干在捣鬼，走，抓回去。在小美班里，你看，那是鬼溜出来。宿舍聚餐了，好期待啊！就等咱们回去开餐了。还不是累吗？姐姐，我真的没有了。说好了今天给我三个半角星皮肤的，给不出别想走。五学姐又欺负低年级的同学，忍者都忍不了了。走，必须给你点颜色瞧瞧。呱呱，布布师姐，你该不会是高年级混不下去，只能欺负我们低年级的吧？毕竟只有不受欢迎的人才会欺负别人找存在感呀。你们今天仗着人多是吧？林呱呱，有本事放学别走。哼，切，放狠话这种事从我太爷爷那一辈就不流行了。还好今天有你们。下午放学，爸爸，我请你喝奶茶去。哇，你瞧，你太大胆了吧。爸爸，不看哭一场，爱你破烂的衣裳。别唱，放学，乖乖，你确定这样行吗？放心吧，亲娘来了都不认识，更何况布布学姐呢？都等半天了，怎么还没出来啊？请我们哥俩看场子，那可是按分钟计费了。知道知道。您乖乖，该不会已经逃掉了吧？没见呱呱，小小姐，嘿，呱呱，走，炸鸡摊不保不归，怎么样？别吃了，他明天来了。谁呀？你们别怕，有我在。怎么还叫高年级的学姐？那几个又不是吓大了。呱呱，上。我可是跆拳道高手。就你这点三脚猫功夫也敢出来吓唬人，吓死你了。你要不要也来试试啊？不不不，姐，我们错了错了。你们两个胆小鬼，我可是付了钱的。欺负呱呱妹妹，让你尝尝我的拳头是甜的还是咸的。姐姐，你什么时候学的跆拳道？这也太帅了吧。哎，疼死我了。你们外面带你们去炸鸡炸鸡一下喽！我也能去吗？谢谢姐姐，谢谢！表姐姐也太幸福了吧！有想嫁给表姐的吗？快来评论区表白啊！低调低调，二干驾到，不要掌声，只要尖叫！你们班运动会确定就用这个口号吗？对呀，这可是我想的最好的口号。你们班的口号是什么？一班一班，是快心宽，老班不服，给他一枪！就我们班。亮的口号必须是运动会上最大的显眼包。下周就运动会了，你们报的项目都练习好了吗？报了不少，但是都没开始练习呢。要不你就我们一起练习吧。好。第二
二天。不就是爸爸你吗？对吧，李乔？是啊。亲亲你！打起不起来！我是吗？我是吗？唐李乔，你一天不是睡觉就是放屁。你们好好训练，本公主只要练习举钢牌就行。我们速度有点慢了，加加速吧，雨乔。雨乔，啊，跑完了，闭着眼睛都能跑，这是告诉我。花式跳绳也太难了吧！低调低调，二班驾到。这个人病得不轻吧？举个扫把要啥？运动会前一天。听裁判一吹哨，我就先举起右手，肯定跑得更快，手再打快一点就稳了。咱们这么努力肯定能得第一名。嗯，明天早上我要第一个到教室，不仅能光明正大的在教室吃零食，还能挥手起敬呢，还能穿最漂亮的衣服举钢牌，想想我就睡不着。不敢想象明天的我们会有多么的开朗。运动会当天，我爸你看了，家人们，运动会下雨取消了。